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曲轴位置传感器B电路高输入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 OBD2 的车辆，吉普车、日产、道奇、拉姆、宝马、福特、通用汽车等。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过去，当我诊断出存储的代码P0388时，是由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从辅助曲轴位置 CKP 传感器检测到高输入电压信号。在使用多个 CKP 传感器的系统中，传感器 B 通常是指辅助 CKP 传感器。CKP 传感器监控发动机转速 RPM 和曲轴位置。PCM 使用曲轴的位置来计算点火火花正时。 凸轮轴以曲轴速度的一半旋转，因此重要的是 PCM 能够区分发动机进气冲程和排气冲程旋转。CKP 传感器和每个凸轮轴位置 CMP 传感器具有一个或多个专用于为 PCM 提供输入信号、五伏参考信号和接地的电路。CKP 传感器通常具有电磁霍尔效应，并且安装在发动机外部。 它们被放置在非常接近，通常只有千分之一英寸的位置，与完成发动机接地的电路非常接近。发动机的地线通常是固定在曲轴两端或集成在曲轴本身中的磁组环，带有精密加工的齿。具有多个 CMP 传感器的系统可以在曲轴的一端使用磁组环，而另一端则加工到曲轴的中心。 通常 CKP 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使曲轴磁组环在其磁头的千分之几英寸内通过。当曲轴旋转时，磁组环的凸起区域会与传感器形成电磁回路凹痕，在凸起区域之间会短暂中断电路。PCM 将这些快速的电路完成和中断感知为代表电压波动的波形模式。 PCM 不断比较来自曲轴位置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电路的输入信号。 如果 CKP 输入电压在设定的时间段内过高，则将存储 P0388 代码，并且 mail 可能会亮起。其他曲轴位置传感器 B 故障代码包括 P0385、 P0386、 P0387 和 P0389。代码严重性和症状存储 P0388 时，可能会伴随着无启动条件，因此该代码应分类为严格。 如果发动机将启动并运行，则在不久的将来仍然存在不启动状态的高风险。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无法启动发动机启动时转速表如果配备未注册 RPM 加速时的迟滞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效率降低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有 CKP 传感器损坏或 CKP 传感器的接线短路或短路 CKP 传感器上的连接器被腐蚀或浸湿 PCM 或 PCM 编程错误交流发电机充电过度并影响 PCM 的操作诊断和维修程序。使用集成的数字福特、欧姆表 DWOM 和合适的诊断扫描仪诊断代码 P0388 之前需要使用示波器。作为可靠的车辆信息源，我还需要访问 AllData DIY。大多数成功的代码诊断都始于对所有与系统相关的线束和连接器的外观检查。 石油基液体可能会损害接线上的保护性绝缘层，并导致短路或断路，以及存储的 P0388。因此，应使用已被机油、冷却液或助力转向液污染的电路、电传感器盒或连接器。仔细检查，将扫描仪连接至车辆诊断端口，以检索存储的故障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 记下此信息，因为如果 P0388被证明是间歇性的，将有帮助。 试驾车辆如果可能，以查看代码是否已重置。如果是，请执行以下操作：从车辆信息源中找到系统接线图，并检查 CKP 传感器上的电压。通常将五伏参考电压用于 CKP 传感器操作，但请检查有关车辆的制造商规格。接地信号和一个或多个输出电路也应存在。 如果在 CKP 传感器连接器上检测到参考电压和接地信号，请继续执行下一步。使用 DWOM 从相关的 CKP 传感器上断开电连接器，并根据制造商的规格进行测试。如果电阻水平不符合制造商的规格，请更换 CKP 传感器。如果 CKP 传感器电阻值符合制造商的规格，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重新连接有问题的 CKP 传感器后，将示波器的正极测试线连接到信号输出线，然后将负极线连接到 CKP 传感器接地电路。打开示波器电源，然后选择适当的电压设置，启动引擎，并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图，专注于意外的尖峰或毛刺。如果检测到尖峰或毛刺，请小心摆动有关的 CKP 传感器的线束和连接器，以确定问题是连接松动还是传感器故障。如果磁阻环损坏或磨损，或者如果 CKP 传感器的磁头上附着了过多的金属屑，则可能会导致波形图中的电压块丢失。如果波形图没有发现问题，请继续执行下一步。找到 PCM 连接器，将示波器的测试线插入 CKP 传感器信号输入和接地电路，并观察波形图。如果 PCM 连接器附近的波形与在 CKP 传感器附近连接测试线时看到的波形不同，则应检查 CKP 传感器连接器和 PCM 连接器之间的开路或短路。在这种情况下，请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并使用 DWOM 测试各个电路。短路或断路将需要维修或更换。如果波形与在 CKP 传感器附近连接测试线时看到的波形相同，则可能是 PCM 损坏或 PCM 编程错误。其他诊断注释：一些制造商建议将 CKP 和 CMP 传感器作为一组一起更换。使用技术服务公告来协助诊断过程。